琉璃台总是不够用吗？洗碗洗菜搞得晕头转向，餐具清洗工具摆放总是觉得不顺手，你看又搞得湿哒哒乱七八糟，我的天啊！碗盘筷子汤匙蔬菜水果菜瓜布已经塞车啦，收纳摆放新格局，空间创造再利用的百灵不锈钢伸缩力学架，是市面上最多功能最多变化的琉璃台收纳架。全新的收纳方式改革了以往用塑胶篮发霉不易清洗，用水槽支架摆放有限收纳不便的缺点。百灵伸缩力学架从简单组装架设摆放再到实际运用，你就能体会它的方便顺手空间再利用的神奇好处。百灵伸缩力学架可依琉璃台水槽大小调整高低长宽，稳固的结构采用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，绝对安全可靠。全功能的百灵伸缩力学架可收纳厨房的餐具及洗涤工具，妈妈洗完餐具不论是超大的大餐盘小餐盘皆可放入餐盘架，一次可摆放15个餐盘，真是好度量。饭碗则有碗架方便摆放，洗完的蔬果一样可以放入碗架内，沥水直入水槽不沾湿工作台面。筷子汤匙有专属的沥水杯，可以喜好灵活挂放。百灵伸缩沥水架更贴心的设计了砧板架，妈妈不再烦恼砧板没地方放了。放心，百灵伸缩沥水架全想到了。菜瓜布架摆放下侧，沥水快速，一干不生菌不发臭，真方便。搭配送你多组挂钩，就是让你可以挂抹布、炒菜铲、大汤瓢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个架子，帮你解决了多年来厨房收纳的问题，实在真好用。只要三分钟组装，就可以把琉璃台不够放、没地方放、到处滴水的老问题一次解决，真正做到厨房免拥挤、免潮湿的干爽境界。百灵伸缩沥水架还拥有最安全的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，永不生锈、不易生菌，耐重压、经久耐用，污垢轻松清除的优点，真可谓放进锅碗瓢盆，打通摆放困扰，创造空间利用，妈妈畅快微笑。无论您家里的琉璃台形式大小深浅，百灵跨海大桥全都可以灵活调整搭配适用，收纳更快速方便，容量更是加多数倍。妈妈别再犹豫了，厨房收纳的好工具，从凌乱拥挤潮湿的杂乱空间到整洁明朗干爽的琉璃台，就靠百灵不锈钢伸缩沥水架。以前啊，我也是买了一堆的篮子啊架子，可是还是要放在琉璃台上面，非常的占空间，反而没有地方做事。现在啊，有了这个百灵，它才叫做真正的省空间设计。它可以直接啊，就架在水槽的上方，将洗完的碗盘呀、蔬果放在里面，它的水滴就直接滴在水槽里了，真的是既顺手又便利啊。所以啊，妈妈们的厨房啊，都可以具备这样一个百灵，真的叫做 3D 空间的利用哎。以前水槽上方的空间都是浪费的，现在有了百灵省空间，你看一些零零星星的杂物全都有地方放了，琉璃台多出了一半以上的空间，这样做起菜来才得心应手，所以百灵是厨房的好帮手，一点都没错。